来订阅吧。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家，我要去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们要注意安全哦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哇哦，那边亮亮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能玩吗？当然，我们开始吧。肚子上的火焰发出闪闪的光，用手去摸一摸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烧伤。不不不不不，不要靠太近。好多蒸汽从熨斗中飘出来，和熨斗一起玩耍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烫伤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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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玩具。好烫好烫烫烫烫。洗澡的时间到，刷刷感觉真舒服，我们打开蓝色龙头，也记得打开红色龙头哦。好烫，不要触摸烫伤处，寻求大人来帮忙，流动冷水，冷却一下，直到脓包慢慢退下去。不要摸不要碰那些烫烫的东西，在触摸之前记得问问大人们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些提醒哦。好的。炉子上的火焰闪闪的光，用手去摸一摸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烧伤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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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靠太近。好烫好烫烫烫烫。噗噗，好多蒸汽从熨斗中飘出来，和熨斗一起玩耍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烫伤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它不是玩具。好烫好烫烫烫烫。洗澡的时间到，刷刷感觉真舒服，我们打开蓝色龙头，也记得打开红色龙头。好烫啊，不要触摸烫伤处，寻求大人来帮忙，流动冷水，冷却一下，直到脓包慢慢退下去。别摸不要碰那些烫烫的东西，在触摸之前一定记得问问大人们。哇哦，这个商场好大呀。谁说不是呢，这地方什么都有。连玩具店都有吗？会有海洋球池子吗？再或者冰淇淋有了，赶紧走吧。等等，这是你们第一次乘坐电梯吗？是的。那我将告诉你们如何安全乘坐电梯。开始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你必须要十分小心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脚下，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注意脚下电梯的空隙。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始终握着大人们的手。干得好！电梯按钮，千万不要玩这些按钮，按一下就只按一个按钮。我不会再玩这些按钮。门，千万不要依靠在门上，记得一定要离它远远的。我一定不会靠在门上，我一定会离它远远的。干得好！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紧急警报！要是电梯突然一下子卡住，赶
赶快按下紧急按钮。要是电梯突然一下卡住，我会马上按下紧急按钮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复习一遍。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按一下我就只按一个按钮，我一定不会靠在门上，遇到危险按下紧急按钮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你必须要十分小心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那不是巨星索尔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们快去和他合影吧！冲啊！等等，这可不是乘坐自动扶梯的正确方式。我们应该如何乘坐自动扶梯？我们应该如何乘坐自动扶梯？当你走上扶梯，要注意你的脚下，记住，永远记住，一定要牢牢抓住扶手，然后不要动。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，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。在台阶上玩耍是非常危险的，记住，不要跑到相反的扶梯上，永远面向前方，然后不要动。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，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。当你走上扶梯，要注意你的脚下，记住，注意前方的路，否则你会绊倒。一起来，做得好，我们在扶梯上十分安全。做得好，我们在扶梯上十分安全。我们应该如何乘坐自动扶梯？我们应该如何乘坐自动扶梯？大家都记住了，对吗？当你走上扶梯，要注意你的脚下。嘿，永远记住，一定要牢牢抓住扶手，然后不要动。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，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。非常危险的，危险，不要跑到相反的扶梯上，永远面向前方，然后不要动。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，在自动扶梯上站着不要随便动。当你走上扶梯，要注意你的脚下，注意前方的路，否则你会绊倒。一起来，做得好，我们在扶梯上十分安全。都看不到，因为系着安全带，你会摔倒，还会受伤。如果不系
准备前往下一站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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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系好安全带。我刚想起来，我带来了好吃的点心，你想要一些吗？当然好了。但是我够不到，我完全动不了，因为系着安全带，你可能会滑倒。如果不系上安全带，咔嗒咔嗒，很安全，咔嗒咔嗒，一直系牵挂，千万别忘记要系紧它，在巴士上系好安全带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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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系好安全带。那些鱼都在跳，我们一起加入吧。好朋友不能一起玩，因为系着安全带。小心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咔嗒咔嗒，很安全。咔嗒咔嗒，一直系牵挂，千万别忘记要系紧它，在巴士上系好安全带。不能出去玩。是呀，外面下着大雨呢。太无聊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大家是不是都很无聊？没错。哇，鲨鱼爷爷，你想跟我们一起玩吗？哦，哈哈哈哈，听起来很不错哦。你们想干什么呢？捉迷藏，就是它了。千万不要跑到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千万不要抢在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藏藏，我们藏起来，藏在门背后。卡卡，你身体会卡住，当开门和关门的时候。我们藏起来，藏在床背后。夹夹，你身体会夹住，当开窗和关窗的时候。哦，藏藏，我们藏起来，藏在床背后。太紧太紧，实在好紧，不要遮住你自己。门不不不，窗户不不不，窗帘不不不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要跑到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千万不要抢在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哈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些点心。进去，我们把手指放进去，放进电扇里。不要放，不要放，千万不要放。你会被割伤。进去，我们把手指放进去，放进插座里面。不要放，不要放，千万不要放，你会触电的。哎呦！进去，我们把脑袋伸进去，伸到栏杆中间。不要伸，不要伸，千万不要伸，你会被夹住。哇哦！风扇不不不，插座不不不，栏杆不不不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要跑到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要抢在下窄的地方，这样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看，快看，那里是个新的游乐场。真的真的，我听说那里可好玩了。哇哦，琪琪，你的衣服好酷呀。当然，今天我可要在游乐场好好表现表现。快走快走。站住，你们还不能进入游乐场，除非你们能遵守所有的规则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，啦啦啦。游乐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，啦啦啦。不要穿得宽松，还带着装饰，不行，你不能进入，他们会被卡住，那是很危险的。穿得简单一点，
简单的衣服。好的好的，简单的衣服，请进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，啦啦啦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，啦啦啦。如果你想要玩荡秋千，荡秋千必须要排好队，站在秋千上真的非常危险，坐着坐着荡秋千，耐心排队那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，啦啦啦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，啦啦啦。大力气在跷跷板上，跷跷板一定不要骑太快，站在跷跷板上真的非常危险的，坐着坐着跷跷板，有吗有稳这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，啦啦啦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，啦啦啦。当你准备玩滑滑梯，滑滑梯千万不要攀爬，站着滑滑梯非常非常危险，坐着坐着滑滑梯，不要攀爬这才对，坐着玩耍真棒。啊，下雨了，可我还想玩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但开始下雨，开始下雨，不要再想着玩东西，第一天会滑倒或者触电，我们下次再来玩吧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学习，啦啦啦。有了场的规则，啦啦啦，一起来遵守，啦啦啦，下次再来哦。昨天我跳上了一个超高的礁石。真的，我也很擅长跳高。没有人能和我比，我可以跳得更高。那么现在就来跳一跳，看看谁跳的是最高的。好啊，五个小朋友在操场跳呀跳，一个掉下来撞到了他的头，爸爸看了看，然后接着说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在床上跳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四个小朋友跑到书架上，一个掉下来撞到了他的头，哎呦，爸爸看了看，然后接着说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爬上书架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。三个小朋友在床边玩耍，一个掉下来撞到了他的头，爸爸看了看，然后接着说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在窗边玩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是的，非常疼。两个小朋友在楼梯上玩耍，一个掉下来撞到了他的头，爸爸看了看接着说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要在楼梯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。要在椅子上跳舞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不要不要到处玩耍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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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早上好。早上好，老师。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为学校表演做准备。答对了，那就是小红帽。我们整个小组一起参加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老师。但始终要记得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，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记住安全，安全最重要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我想要捡一些星星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用剪刀渐渐地非常锋利，用剪刀要小心，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用剪刀保证手指放在洞里，远离前面刀片。我要去搭一个房子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搭积木不要吃不要吃，远离你嘴巴。要小心要小心，积木不能吃，积木用来拼搭新创意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我准备要涂色，可以把红色给我吗？接住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分享蜡笔不要在房间随便的乱扔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分享蜡笔我会来到身边好好交给你。画好了，现在一起玩吧。要小心要小心，走路注意脚下，如果不小心就会摔倒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和好朋友一起玩耍，记得所有用完的东西都整理好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终于到了试穿表演服的时候了，耶！大家赶紧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室内如果跑来跑去可能会被撞到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室内室内走路要小心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谁先到达那个大珊瑚就是赢家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一定是赢家。你做梦，我一眨眼就到了。啊，你难道没看到我的大长腿吗？注意注意，准备好，准备出发。啊，你们可不能没有我们就出发。安全安全第一，安全安全第一，记住你的安全护具。为什么？安全安全第一，安全安全第一，我们保护你不受伤害。好的。我是头盔长的结实，努力保护你的头，万一摔倒撞到头，第一时间保护你。头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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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yeah!安全第一，记住你的安全护具。为什么？安全安全第一，安全安全第一，我们保护你不受伤害。好的。我们是呼吸，我们超结实，努力保护你的膝盖，万一摔倒撞到膝盖，第一时间保护你。头盔头盔，护着护着，呼吸呼吸，耶、yeah!我们应该要回家了。等等，我们得穿上这些。亮亮的衣服保护你安全，就算在黑夜也容易被发现，你一定要小心当天变黑，换上最亮的衣服保证自己安全。头盔头盔，护着护着，呼吸呼吸，亮亮衣服亮亮衣服。
你的安全护具。为什么？安全安全第一，安全安全第一，我们保护你不受伤害。好的。偷拍偷拍，护照护照，呼吸呼吸，要帮我量量衣服。偷拍偷拍，护照护照，呼吸呼吸，不要忘了量量衣服。我知道宝贝，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好的妈妈，我想要巧克力玩具，还有好的好的，我们先拿个推车。谁都别想阻止我，出发去购物啦。哔哔要小心，哔哔在购物，哔哔在超市一定要小心。爬呀爬呀爬呀，更高更去拿我的玩具，哔哔停下，不不这不安全，不不要小心，要记得向大人寻求帮助。爬呀爬呀爬呀，更高更高更高，爬到最最高处去拿我的巧克力，哔哔停下，不不这不安全，不不要小心，要记得向大人寻求帮助。小心，哔哔在购物，哔哔在超市一定要小心。妈妈看，那是我朋友啊。等等，跑呀跑呀跑呀，更快更快更快，最快速度跑过去和朋友打招呼，哔哔停下。那么多推车，这里那里到处都是，慢慢走，小心走，当你走在国道上。跑呀跑呀跑呀，更快更快更快，最快速度跑过去和我朋友打招呼，哔哔停下。那么多推车，这里那里到处都是，慢慢走，小心走，当你走在国道上。哔哔要小心，哔哔在购物，哔哔在超市一定要小心。哇，门是自动开开关关的呀。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进去马上又出来，哇哦真好玩呀，一起来玩门。哔哔停下，不不那不安全，不不要小心，等车门自动打开然后再走。哔哔要小心，哔哔在购物，哔哔在超市一定要小心。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。